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邓森岳的球操。邓森岳在已经比完了前两项之后，在 B 组是排在第二位的。邓森岳，那么他有个小名叫邓宝宝，因为他长得特别像个小娃娃。中国选手邓森岳，这套节目展示出了他柔美的、委婉的表演风格。他开场做的像邓森岳，他的身体动作难度大，这个是大家都已经早有就是早就知道的，因为他可以做俯平衡的1440，巴塞的1440，就是说转四圈。那么他现在这个动作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，他抛球，然后这个搬腿，然后就向后的搬腿，然后用背和这个自由腿夹球在地面的柔韧，做的是一个这个搬腿的侧滚翻360度。这次孙丹是以教练员的身份出现在了这个世界锦标赛的赛场，那么他之前呢在当运动员的时候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选手。上的时候没有给出来，就是他这个抛球之后啊，这个发跳抛球，球反落地之后反弹，他又屈膝腿夹球，就是对运动员的精准度要求很高的。79.725分，目前依然排名第二，目前 B 组排在第一的是韩国的孙元赞。